你吧，你一路好行，总有一天，咱一定会再见。今日阮来，除了要让你知影阿姨还阁活了好好，江道成的计划彻底失败以外，阁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还靠你出手才有法度完成。神经传导已经在进行啊，应该阁需要一点仔时间。你要进去啊？我今仔无遗憾钱啊，我讲了，你害害我的人比我更加痛苦。咱重新订一个合约，我让你。一届新的解药，和老虎咪体体好起来。我会听着伊每一人都在哭，每一家都在哭，安尼我才笑得出来。我做这么多可恶的代志，我是十八遍嘛无够。多谢你甲家风，家勇甲这么好。你有帮老师，好我带菩萨去修行，那个挂碍啊。我只无干得只叫两个后生，搁一家离开我。伊无希望看到伊这么伤心的，吼！我大声来讲，你想要惊啥？还是你要甲我讲，英传的死，你嘛有份？看起来讲英传的死啊，嘛是我多甲江道成的良知啊，还有前生，伊到即马是认为，拢是别人的唔对。